悠悠，好久不见嘞。嗯，嗨。你怎么心情看起来不好啊？没事啊，没事。你不会刚好知道附近有没有垃圾场吧？垃圾场？我知道一个地方，我带你去好不好？嗯。好啊。你这样回去不会太晚吗？不会啦，没事。公车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来，请进。这边是我自己搭的练团室。哦，还有这个灯也是我自己从废弃回收厂里面组装起来的哦。那你跟我说。他既然都不爱我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非要我自己像一个垃圾一样把自己给丢掉？你知道吗？我从小最珍贵的，就是我爸从废弃回收厂组装起来送我的礼物。但我就像垃圾场里那个废物一样，永远都只能待在那里。不，你不是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边有把电吉他是我自己从废弃回收厂里面组装起来的，音色很特别，你来听听看吗？好。
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蛋糕，一起吃吗？好啊。